你的殿中。亲爱的华天后，你今天华天后在这里又要在这里聚集大家，来敬拜你，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的嘴，尤其我们牧师等一下讲的道，求你扎到每一个人的心，最后把今天所有的主日崇拜都放在你的面前，求你保守住。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好，我们下面要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最大的诫命，来，一百个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好，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经节。今天的经节呢是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三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就上了山，既已坐下，门徒到他跟前来。第二节，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。虚心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第三节。好，下面呢，我们要请牧师来讲道。他讲到的内容是有福气的人系列会。